怎么了，爹？没事。爹。我本小伟，第一次上战场，感觉怎么样？有受伤吗？当然有了，我胳膊上、大腿上全是，可疼了。大哥也不保护我。好，让爹好好看看，精气神十足，好着呢。那是因为看到爹了，爹。您可知道，当我得知您出事了，却又不能去救您的滋味，有多难受？我忍了一次又一次，每一次，我都心如刀绞。做得对。战场上，冲动，往往意味着无谓的牺牲。可爹知道风儿有多难受吗？我无数次想要抛开一切去救爹，但我记得爹跟我说过的话，在战场上。一切以大局为重，于是我终于忍到了今日，终于握住了爹的手，我再也不松开。爹，凤儿之前都是纸上谈兵，如今亲历战场，我才知道一个将军在战场上的重任，我以后一定苦读兵书，实践战法，做一个像爹、像大哥一样的绥远将领。爹一定能看到这一天。这彭城王的灵柩回来了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成王，彭城王亲征，竟然战死沙场。陆州库，你是怎么保护的彭城王？这还是陆中户拼死带回来的。是啊，现在情况不明，我等还是不要妄加非议了。敬陵王到。四哥，殿下，thank you.
还请殿下节哀。彭城王为宋捐躯，实为大宋不幸。请殿下节哀。请殿下节哀。魏军兵围码头，彭城王寡不敌众，被逼至九凤山，下官戮力谋敌，九死不得寸进，致使彭城王崩殂于敌手，下官涕泪于切。彭城王为何葬身火海？想来应该是魏军找不到殿下的踪迹，痛下杀手，放火烧山。那陆中户，你当时人又在哪儿？彭城王曾传令于我，下官誓死相救，身负重伤，可惜没能赶到。是吗？本王有令，若不能保彭城王周全，